戏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。自荣归来，天降祥瑞，风调雨顺，海平盛世，吾皇甚悦。现见爱妃思乡念家，故命建此官园，赐居此处，供爱妃消遣。今此园开业，吾皇决意开放此园，天下有识之士尽可前来赏花赏景赏芳香。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，很久人们有一次，在古老的西域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维吾尔姑娘，她多才多艺，以能歌善舞闻名于民间。传说她美妙的身材能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香味，为他起舞。他就是远近闻名的香妃千百千。我在你好好好好好
好看。